这个，那个壳很厚，里面应该很多蟹黄。我们今天要带你们去我家附近的那种公园码头，应该说公园的岸边吧，它有水。那我想要去放看看那边是不是也有螃蟹，因为我从地图上看这个那个河道啊，它也是有连接到外面去的，它就是从那种出海口，然后那种大的河流，然后再有分支进来这样子。现在时间已经是6点钟了，太阳下山了，我们就放了就回家。啊，这个就是一块空地，这房子要是盖起来都是很好，就像对面这些一样。后面啊就是自家码头这样，那个住在这边都挺舒服的，出来就是水。那这个就是废弃的。一个废弃的网子，在这个岸边啊，下面的废弃的网子，那我打算还是放在这里试一下。这网子新的，还没用过，先放旁边。有点紧，这种网子啊，就是比较便宜的，质量就比较差。这个网骨啊都很轻，然后这个网子都很细，所以这个用没多久它就会破了。这个很松啊，这个出入口这个口很松，就螃蟹有可能会比较容易跑掉。我就是买几个，因为他买4个有特价，然后就买来。放在家里附近玩看看。好，就是这样。这里面是鸡腿，就是我用那个沙丁鱼油腌过的鸡腿。我就放这里看看。OK，直接这样丢出去。啊，这明天再拿挂钩过来钩回来就好。现在啊，我们走去旁边的公园。前面这个转角过了就是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公园了。哦，在这个黄昏，那对面那些都是那个公寓，一层一层的，那大公园。哦，其实这个水啊也蛮清澈的，我在这里看是可以看见底啦，我不知道那个影片看起来怎么样。那我就来准备一下这个网子的饵啊。我是用那个沙丁鱼，钓鱼剩下的沙丁鱼。好，那就放在这里看看。你勾到线了，你知道吗？OK，就这样。那我们放网子的步骤就到这里，明天我再来看看结果怎么样。
来看看我的怎么样。没勾到，哎呀，空空的，那鸡腿被啃掉了一半。怪了，应该留在这里吧。我们去收下一个。如果这边啊没有螃蟹，我就要把这个网子收走，不然这网子放在水里，它会生锈，会坏掉。到公园喽，我们来这里看看。来来，过来，这里先给你解放一下。看看这个有没有？那个宝特瓶飘到那里去了。那我的网子在这，哦，这个有一只。这个抓到了一只，还蛮大的。哦，是个母的，这只蛮大的，是母的。倒出来给你看看。哎。哦，这只母的很大，看看，宝比。这个可都超过15公分了，这个已经超过15公分了。这只母的挺大的，哇，很重，很有活力。也不可以，你等一下被夹到。这个很肥，这个壳很厚，里面应该很多蟹黄。这给它放回去，再生多一点螃蟹。缝里面，哇，那个跑进水草里面，看不到。下面有看到鱼哦，有 OK 哦，有那个黑鲷，周末再过来钓。这个整理一下，收回去好了。这地方的螃蟹不多，两个网子加起来就只有一只，一些小的都没有，表示螃蟹的量啊不是很多。这个拿掉了，这个鱼都发臭发烂，这个就不用。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啦，待会就把那个网子就收走了，这个地方的螃蟹不是那么多。OK， 那就到这里了。